你心目中最喜欢的 chorus 效果是在哪首歌中呢？ Jackson Audio 是近年讨论度非常高的新兴效果器品牌，以复刻出高品质的破音效果器出名。今年还与 Corey Wong、Matias Sato 等现代当红吉他手联名推出产品。2023年2月20日 ，Jackson Audio 正式发布与葛莱美得奖乐团 Snarky Puppy 吉他手 Mark Lethierry 合作的 Modulation 效果器 New Wave 100% 类比音色线路设计 ，Chorus Vibrato 效果有70、80 Rack Vibrato。Rotary Harmonic 模式，并加入可以使用者自己设计音色的 User Control 功能，五组数位控制 LFO 波形与相位变化，透过数位控制可以储存 Preset， 支援 MIDI 与表情踏板，参数上提供亮度、Blend 速度与延迟等高自由度的设定，满足乐手对 Chorus 类型效果器的全部想象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其实我最喜欢的是 Zach Wild 的 Chorus 效果。